美国总统打算伫咧台湾时间初五开始正式嘅现场投票，目前还阁真歹看出输赢，上紧初六嘅下晡以后会当知影结果。咱嘅友邦毒瘤伫咧选总统，中国话声要逼毒瘤甲台湾断交。咱嘅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有咧加强两国之间嘅关系。印度有一台老旧的公车，那像是伫咧山路出去，摔落去60公尺深的山坎，造成车顶36个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尊。咱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到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正式的现场投票，伫咧台湾时间的初五开始进行。这届选情真紧张，尤其是关键摇摆州是真歹看出输赢，而且用假的选票数量增加，可能会乎开票甲验票的时间纠葛愈长。进前伫咧2016年是到过冬港的透早3点才确定 Trump 当选。2020年时阵 ，Trump 搁再参选，煞是因为种种的争议，过4天才知影结果。因为这届大选预告上紧伫咧台湾时间初六的下晡以后，就会当知影胜输谁赢。伫美国纽汉密尔州北边，我加拿大边界小镇 Dixfield 的山口，总人口无超过12人。所以投票日刚出来投票的选民，嘛敢若6个人，开票的结果随出来，胡锦丽甲川一人摕3票，2个人无输赢，啊，毋过放大到规个美国，都毋是安尼咯。根据各媒体整理的时间表，最后一个投票所截止的时间，差不多是台湾时间初六下晡2点。啊，若啥物时阵会当完成计票，通互各媒体来催算所摕到的选举人票数，来决定后届谁当选，即个真歹估计。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最近几届大选作例，2012年奥巴马连任，是美东时间投票日当天半暝进行，形势都真明朗。2016川普顶届胜选，嘛是过当天透早3点才知影。因为充满争议的2020大选，媒体预测的结果是过4日才出现。当然，后续的法律诉讼，甲过当年正月初六国会三重事件，落落长的过程，变作川普这摆选情最后造势的主题。For future elections, I won't be even a part of it. But you ought to damn well go to paper ballots. You ought to go to voter ID. And you ought to have the election over by 9 o'clock. I'm hearing now they're going to take weeks. Can you imagine? They spend all this money on machines, and they're going to say, we may take an extra 12 days to determine. Trump 最好做事，并就每一届大选拢互当作是输赢必争之地。除了你是来做说场合，川普暗时继续开讲，除了与后生媳妇做伙，嘛有找出名的电视甲网络节目主持人来赞声，强调川普才是真正保护女性权益的政治人物。He will close the border. He will keep the boys out of girls' sports and where they don't belong. 无论投票的结果当时公布，2025年正月初六。新选出来全数435个众议员，甲改选30席了后，总数100席的参议员，会按照程序举行联席会议，确认总统选举的结果。公视新闻徐嘉仁编译。来看共和党的 Trump 是连续走3个摇摆州造势邮票，除了批评移民政策的问题，也阁发声讲，若是中国甲墨西哥唔管制毒品，继续卖去危害美国人，伊就要甲因的关税大大提悬到25%，而且嘛强调，甲票转予 Trump， 伊就会带领美国，搁再走向最高荣耀的未来。投票进程，川普抓住最后的造势机会，连招4场大型的集会，其中在北卡宾州的谈话内容相同。除了谴责南部边境移民的问题，也提毒害美国人已经真久的芬太尼做文章。So we lose 300,000 people a year to drugs entering from Mexico, and if they don't stop this poison from flood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 can stop it.By not accepting it from China, and I'm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tariff the hell out of them. 对付毒品的问题，川普又搁再大动作，呛声讲要对墨西哥甲中国的产品扣25%的关税。伊也抓住家己上占优势经济议题，批评讲，若准投票给何锦丽，生活干那会愈来愈好，干那伊会当让美国人的生活一切拢变好。A vote for Trump means your groceries will be cheaper, your paychecks will be higher, your streets will be safer and cleaner.
Your communities will be richer and your future will be brighter than ever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暗时，川普搁再去另外一个关键州密歇根举行选情之谜活动，搁再话讲要带美国倒转来上悬的公营。With your vote tomorrow, we can fix every single problem our country faces and lead America to new heights of glory.目前，川普甲何金的选情非常紧张，关键州可能会决定什么人赢。两个人伫最后一天拢选择到有19张选举人票的宾州邮票。现在川普结束选情最后行程了后，回去不久的徛家，七哥会亲身去投票所投票。和外界烦恼的是，那阵川普败选，伊可能未接受这个结果。四年前的暴动恐惊会搁再重演。公司新闻张惠敏朋友。镜头换来看民主党的何金丽，选前之夜是选择伫咧关键摇摆州的宾州来做势，包括歌手 Lady Gaga、脱口秀的主持人 Oprah 等等的明星拢来甲伊徛台，发声保障民主自由、女性还有移民的权益，而且因嘛要甲这美国头一位查某的总统送入去白宫。选前最后一日，歌手苏亚洲宾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金丽就费城度过选前之夜。We are the promise of America. I see its promise in the fathers and the mothers and the grandparents across our nation who work so hard every day for our children's future. I see it in the women who refuse to accept a future without reproductive freedom.And in the men who support them. 何金丽最后一场造势演讲，回应选民对经济和社会现况的忧心。贺锦丽在选前之夜请来的巨星，包含女神卡卡，还有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看得出来，即使到了最后一天，贺锦丽阵营还是强调女力的重要性，要把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送进白宫。歌手 Lady Gaga 呼吁女性选民伫投票日为着女性的将来做出决定。What you can do for every pregnant young woman who has died because she was not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emergency medical care she desperately needed because of an abortion ban. Oprah 强调女性伫美国社会的困境，现场表演脱秀，呼吁少年一辈的选民爱出来投票。波多黎各的歌手 Ricky Martin 是以唱歌跳舞展现拉丁的背景的骄傲，回应 Trump 在纽约造势大会讲本所岛的失联风波，对外支持者更加关心外交政策。And his tariffs are either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or are going to be like beneficial to China. So he is more pro-China than we want to admit, and that is by its nature bad for Taiwan. I do believe.Harris will support Taiwan and all forms of democracy, you know, and freedom from oppression and, you know, tyranny. 美国选民去年的一票，能影响美国的未来，嘛牵连未来四年台美两国的关系要安怎发展？公司国际记者彭祖泽，美国费城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届美国大选的关键议题，上受到关注的就是经济政策。川普主张要对外提高关税，对国内减税来进行美国的制造业，帮助中产阶级。也那何金丽是提出要对好业人、大企业来加扣税，扩大帮助弱势族群和中小企业。针对着这移民的态度，川普就打针的批评这非法移民拢是罪犯，佮讲因污染美国人的血统等等，即寡较。激进的言论，因为何金丽这边是打着守护民主的立场，批评对方 Trump 是法西斯主义，而且伫咧保障女权甲生育自主的议题，何金丽是较受到选民的支持。经济是这届美国总统大选上受选民关注的议题。拜登执政期间受到疫情的影响，通膨是起跌到40年的观点，和民众拢在嗨。虽然讲即马通膨已经回稳，就业也增加，但选民对未来同款是真烦恼。We will save our economy, we will rescue our middle class, and we will always put America first.
民调显示，川普一直被看作是更有能力来处理经济问题。伊主张大幅提高关税，企业应该减税，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但是关税这上悬，让选民和企业拢有疑虑。不仅仅是提出大政府概念的经济政策，有钱人和大企业征税，强化中产阶级，帮助中小企业力挺新政，大量贴款和补助减免，让散家人也是弱势族群拢有变身的机会。An opportunity economy where everyone has the chance to compete and a chance to succeed. 川普和贺锦丽两个人的经济解放完全无同，但是共同点就是拢会留几条美金的债务。其他的关键政策嘛，拢反映因所属政党的本质。川普在2016年做总统这四年的期间，任命三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和最高法院出现几十年来上偏右派的局面，推翻半世纪来保障妇女生育自主权的罗斯韦德案。全美国三分之一的州在共和党的执政之下，已经执行真严格拍体禁令，甚至。去影响到气功红鞋啊，人工受孕的合法性，女权和生育自主，变作贺锦丽结婚的重要议题。The freedom of a woma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her own body and not have her government tell her what to do. And if he wins, Donald Trump will go further. He will sign a national abortion ban.偏右派最高法院嘛扩大解释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保障的有枪的权利，虽然枪击的暴力事件拢是民主党杀的枪击管制，同款是面对真大的阻力。贺锦丽为了要争取有枪这派的选票，最近甚至强调家己有枪，后背拢入去因兜都要食枪支。川普另外一个结婚的项目是移民的问题，伊把经济困境大量拢算去予非法移民瓜分资源和工作机会，讲因拢是未毒的罪犯，污染美国的血统。No, now a murderer, I believe this, it's in their genes. And we got a lot of bad genes in our country right now. If Harris wins, a never-ending stream of illegal alien rapists, MS-13 animals, and child predators will flood into your communities.中东征税枪管嘛，变作关键议题。犹太的选民传统拢是甲票转给民主党，虽然敢那占总人口的两趴，但是伫宾州和密西根，这关键摇摆州的比例真高。贺锦丽一方面挺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来购票，但是嘛，搁较坚持要求停火，要顾穆斯林和反战民众的感受。川普是一直讲贺锦丽是激进的左派，那当选会和以色列连两年来都无去，未来欧人的跳卡。这场挂脑子，每一个教授拢有可能。变作决胜的关键。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来看咱的友邦毕刘，今仔日嘛当地的选总统。中国是一直想抗上胖，要逼毕刘跟咱台湾断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拢有咧加强台湾甲毕刘之间的关系。因学者就指出，这毕刘大选的结果，那是影响到台湾甲毕刘的邦交，背后嘛是牵连到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咱个重要友邦巴老总统大选初步结果，甲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举行，受到国际关注。中国嘛是定目在注意，想要甲巴老友好共平，必须外交关系转向。伊用两面手法，一直透过网络攻击，抵制旅游，大大影响到巴老的观光经济。各地大选的前一天，是阿伯老话声讲爱会晓看局势再进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真正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识时务者为俊杰。加强跟国友的关系，有再加强到，谢谢。外交部高度关注伯老的大选，现任的总统惠树仁立场较亲台，坦白讲伯老面对中国的压力。中国也当咧暗算台湾，也那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雷蒙杰说，立场较亲中，因为巴老是美国太平洋重要的盟邦。学者分析讲，这场大选的结果，唔那牵动台湾巴老的邦交关系，也影响到美国印太的战略部署。我们是实务，所以坚持价值为本、互利互惠的外交关系。中国一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予以共同谴责。如果说其中的这个总统上台了，那可能北京的机会就比较大。可是呢，这里面不要忘了，还要看看美国要花多大的力气来加以阻挡。马拉圭国会甲参议院议长努涅斯阿阿伯是带跨党派的访问团访问台湾，总统赖清德初步亲身接见。
第四感谢巴拉圭的议员针对中国军演声援台湾，也感谢巴拉圭的总统潘尼亚在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消息，伫咧台南传出有私立幼儿园的教保员用吹风机的烧风，把囡仔的面甲下身烫着伤，佮有强硬甲灌汤，甚至是掟阿妈棍等等不当行为。经过市府追查，确认着这个教保员有虐待行为，佮伊重罚60,000元，一世人禁止佮做教保员。而且，所落来卖佮追究这个幼儿园敢有到暗坎的问题。今天他很生气，然后呢？两岁查埔囡仔自8月换老师了后，下海两只手骨拢出现乌青，也唔敢去上课，前后的态度天差地。可以啊。好，妈妈知道。好，妈妈知道。妈妈礼拜五带你去新的学校，好不好？问到某一位老师，就想要哭，也无愿意加讲。家长开真侪时间，才发现囡仔可能受到无适当的对待。你在学校吃饭，你不吃 ，Cici 妈咪怎么样？塞进去我嘴巴。怀疑囡仔受虐待，家长要看监视器，学校说讲无到，帮囡仔转学了后向民代投诉，才发现不是无监视器，是学校不爱给家长看。我跟老师询问过，他都说是小朋友玩闹、玩耍、推挤。那后来才发现，就是其实都是老师很用力的拉扯，然后很多的暴力的行为。绑掉的过程当中，我从老师这边知道是说，他也都是说他没有这么做。影像发现八月七到十月份下旬，查埔囡仔真侪个互无适当的对待，捌互吹风机烧风吹向面，阁有下身，感觉小想要咪，阁互老师抓掉咧，也捌互老师大力摔倒伫涂骹，阁有互强迫灌汤，甚至于输互地暗棍。市府调查认定讲，是安尼姓王的教保员对囡仔无适当的体罚、身心虐待等行为，经济真严重，重罚上悬60,000，一世人袂当阁做教保员。其他助教也威胁，是罚30,000。幼稚园也会互追究敢有暗藏威胁，并且公布幼稚园甲行为人的名称。记者综合报道。昨新竹的湖口基地传出有一个新兵伫咧便所开枪，军方调查表示，这个阿兵哥讲是捡到训练咧用的空壳子，无按照规定交出去，而且摕到训练用的步枪了后，因为好奇才会开枪射看卖。所以来军方嘛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那专家是认为，这新兵的军纪还佮有弹药的管理应该拢会改进。恐怖强化部队战略，今年级的义务役今年开始各项训练受到关注。头一批阿兵哥到月就落基地受训，即马刷爆出军纪案件。桃园杨梅陆军109旅一位义务役战力的新兵，此时传出伫陆军新竹湖口基地便所开枪，枪声一响，惊动野区。枪支的部分是他随身携带，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弹的部分呢？他是大概捡到一个训练用的一个空包弹。那大概在厕所的时间呢，就这样就往左下方这样子来做一个射击的一个动作。单位干部闻声后，随即主动查查无人员伤损。初步了解，弹药为空包弹，该员自述日前于靶场内捡拾取得，为卫衣规定缴回。郭立雄表示，因为是正法训练，拢会配发步枪，要求风险的控管降到上低程度。不过外界关注枪支是倒位来的。陆军团成立专案小组，初步调查出来，有人讲，正常是伫湖口营区北侧中心靶场射击训练，捡到训练用的空包弹，无按照规定交回来。测试操课进程，领到配发的步枪，因为复现就到便所到枪支开枪。陆军团坦白讲，遗留枪支是有疏失，会看调查结果，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印度有一台老旧的公车，那像是伫咧山路出去，摔落去60公尺深的山坎，造成36个人死亡。另外，伫咧印尼是有火山喷发，已经有9个人无命，2000多间厝受损。当地政府是赶紧来撤离16,000多个居民。对山谷落落去已经弯桥变形的公车是倒伫河边的桥顶端，救援人员无用得抢救，搁受困伫车内的民众。测试这台载满72个人的公车，在伫北阿坎德邦希瓦纳亚山区的车路的时阵，无小心落落去到60公尺深的山谷。迄当阵，红灯出车外，也是想办法逃出去的民众，家己报警查获救命。救援单位紧急派救护车和直升机送医去北医。你看，这是很痛苦的事情。और इसमें सर्च एंड रेस्क्यू ऑपरेशन अभी चल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जो पुष्टि हुई है इसमें 36 टोटल कैजुअल्टीज की पुष्टि हुई है
初步调查发现，讲这台公车已经真久啊。事发的时阵，仍然有出气的情形。有关当局已经下令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印度是世界上车祸死亡率上高的国家之一，当年拢有几十万人伤亡。大多数的车祸原因，拢含赛车伤轻彩、道路无维护好、购车伤久有关系。另外一个悲剧是发生在印尼东部佛罗里斯特顶端的勒沃托比垃圾垃圾火山，车煞半暝忽然间喷发，火山粉直直冲起了2000公尺高的天顶。当局是随手散四颗雷亚十个钟头上班的居民，但小火火在间将是摧毁学校、修道院等等真侪栋厝，至少造成九个人无命。即马火山的活动是愈增加，印尼当局已经把当地警戒级别升到上高的等级，而且把疏散范围扩大两倍，到四颗雷亚7公里，呼吁民众要防范未来。几天有可能出现内山做大水含岩上流，同时当地政府宣布未来58天入来到紧急状态，会帮助受灾居民做疏散和安置。我是新闻张惠敏编译。全球有超过46,000多物种强被灭绝，伫咧台湾嘛有64种的野生动物面临断种。咱中研院当嘛甲国外共款拍拼咧收集保存这些动物的 DNA， 希望会当帮助因生存落去。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统计，目前全球风力做强要灭绝的物种有超过46,300种，亲像野生的虎，100年前有100,000只，到今仅剩4,500只。要安怎保育这面对生存危机的动物？英国都有保育机构在-80度的低温环境，把动物组织、细胞和 DNA 上千的样本冷冻起来，希望会当帮助这些物种搁再生存落去。This could be an absolutely vital lifeline for many of the species.That literally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We can freeze tissue down, freeze those species down in time, ready really to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at a moment's notice in 10, 20 or 1,000 years' time, effectively still in a living state. 在我们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内底，要看到一些鱼类的样本，这只是保存的一部分而已。因为有农业部林保署的支持，自2004年开始，咱国内有甲英国相像的计划。计划执行20冬啊！研究中心的博士分享，透过把动物的组织放伫专用的保存塑胶罐内底，加入液态氮低温保存，目前中心已经把4,800种的动物组织收集起来。我们基本上有几个重要的考量。第一点就是这个物种它是不是濒临灭绝？如果它濒临灭绝，我们就会优先把它做保存。文斑台湾土狼、台湾乌熊，这拢是咱上在知影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根据农业部林保署的统计，目前台湾陆地甲海域计共有64种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研究中心也强调，做野生动物的保育，不是干那挖靠用低温冷冻来保存动物的组织而已，希望是伫野外同齐来保护这些动物，两种方法相并行，各种相关领域的人才做伙投入，才是对野生动物的保育上好的行动。记者张家杰、林玉凯台北报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尊，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会。